What?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，哎，这里看一下中野辅的一波联动练到了卡萨，但是已经回塔了，看一下能不能逼下闪现呢，撤的比较快，压一压血，这波的话是滔搏中野出来之后配合三六九，看一下撞闪现拉开，闪现躲掉了啊，果然职业选手有闪现是不会被撞的，后拖容错率越高，如果中野动不起来的话，对，越往后拖的话对方大招就太简单了，打团的时候越难操作，这个时候滔搏的第一波的一个抱团，但是三六九没有大招，王子只有五级，石头人走在了一个较差的位置，但是他似乎也不慌啊，真的打不动那石头人，难受啊，那开的不是很好啊，女枪反手一个大招，牛头这边吃不了伤害，卡萨这边一个 EQ 闪调戏两个人，侧面来讲的话拉开了，然后 Ruby 这边的话也走了，三六九这边加里奥一个大招掩护一下，猴子这里有闪，又逼了一个闪现，杜朗护盾一唱出来直接逼掉闪现，然后一个海克斯的一个闪现，有机会啊，波迪克有闪现，闪现拉开了躲掉之后想反打中间没有双招的情况下被定开，但是没有勾到，后续加里奥进场嘲讽到之后完全直接完成一个斩杀，乐意这边没有闪现的情况下能被点死吗，还是被波迪克点死了，而且奈特这边的话支援距离也很快，哎，三六九很危险，有大招，看一下想反打还是走呢，他好像想反打，想反打伤害够吗，看一下暂停操作，哎，三六九人称小金贡，扛住就完事了，对的，追击跟斩杀都打我就好了，对对，反正我是要给你打，直接开大哈鲁这边被挑飞，过去加一个闪现拉开距离，反而自己的卡萨非常的危险，卡萨的位置被隔离的太开了，两个金身都用掉了，女枪在那边甩了一包大招，结果是成功的拿下了一个人头，拿下了无忌教主的人头，猴子的第二个大招打了上去，但是 Fortic 血量还有，不过 Ruby 从侧边踩进来两段是成功的将 Fortic 给击杀掉，这一波滔搏就失败了呀，团战分散的状况下被一个一个单打挑掉，并没有发挥出他们团战阵容的优点，反观 RW 一个一个将滔搏的人处理掉之后，不只是猴子，开斯塔的话也非常怕石头人，就理论上滔搏的容错率是高的，有很多波机会，这一波可以看到泰坦是先勾到了墙壁，被先手开了一波，但是凭着他们无与伦比的肉度跟大量的控制技能， Ruby 率先被击杀掉了，炸裂了呀，砸了下来，这一波想要硬杀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有风险，这时候悟空进场转了一波，但是 Knight 逃到相当远的地方，留下 Fortic 一个人在场中央被转死，转死了以后剩下的队友是不是要逃了呢，这有点笨重的，被盲僧一踹二，在一个短短的杜朗护盾不足以抵挡这一波伤害，然后遭到了击杀，最后是全队被歼灭，这一波队友很弱啊，就让滔搏的前排三条大汉挡在前面就可以了， Fortic 只要一直绕走位就行，这波是三六九在前面一个人被隔离开来，被锤了一顿之后，三六九一滴血都没有掉，掉血呢，那这样这个火龙的话应该要放掉了，加走上来直接逼掉你的大了，球球是阵容中最软的一块了，但是加里奥直接给一个大招下来砸在当场，也是逼出了一个金身，上半部 Ruby 进去要偷，但是 Fortic 吃了这一套以后被偷到伤害比较一般，交了一个闪现往后拉， Holder 也是已经大残血， Holder 起身之后是被子弹时间压住走位，那么这时候三六九再一个闪现上前用 Q 稍微留住对方，不过 Ruby 从侧面进来是偷走了卡萨的性命，而且这一排人怎么全部都残血了，后面有一个念回城再 TP 过来了， TP 满状态是一个 Knight 深陷三个人的围剿，用一个杜朗护盾嘲讽了一下正义冲拳，然后双正义刚锋打了一下以后没有能够收掉无忌，自己一丝残血似乎要倒在原地了，再冲拳
再火箭腰带，怎么被他反向拿下了牛头的人头？这时候 Rupi 交了一个闪现以后，用锁链粘住，是成功的拿掉了性命，但是他自己被369的 Q 技能给留住，被石头人两掌拍死了。团叔不看自己 AD 的位置，这一波的话，其实第一时间往后撤，然后围绕女枪去反打的话，阿W不好赢的。但是你看女枪这边被猴子绕，第一时间的话，大家都没有去看他。 后面是球球回头勾了那猴子一下，对，这样的话女枪才有一定的输出环境。R W 这边反而感觉拉扯得很棒，然后乐意这波团战真的立功了，这波没有乐意的这个 Q 闪四人的话，应该局面来讲的话也不是那么乐观。是的，但最终战果还是打平手 ，Net 最后这里真的。 以1敌3，太夸张了这个伤害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他好像出的是法穿鞋，伤害爆炸。曹峰两人直接冲拳火箭腰带一套，还逼掉了 Ruby 一个闪现 ，Ruby 这边闪现交掉了，然后蓝完全空了，没有办法。Hold 这边想绕后被发现了，因为一直被看见了，石头人在拦着他走，但是正面的卡萨的血量也是有被消耗过的，球球卡萨血量都有点跌。 黄子先 EQ 把牛头串起来，牛头开启了一个大招，球球再次的一波伤害，黄子选择盖大，干完之后 ，Fortic 现在在后排不断的被粘，球球率先倒下 ，Fortic 还有大概一半左右的血量在往后拉，加里奥输出相当的高，一波火箭腰带进场以后，但是 Fortic 已经被终结了，最后剩下了一个加里奥也遭到了团灭，精彩的团战胜利，团灭了对方之后，火龙跟大龙可以双收，局势一下扭转了过来。 这二塔吧，看一下吧。女枪第一闪不敢过来的话，哎，这边想开，张无忌这边有闪现拉开，这波套波开的没有那么的理想。卡萨这边被点残了，卡萨已经直接在塔前被点死了。同时 ，R W 交了一个 TP 过来之后，这个塔只剩一丝血。Ruby侧边踩踏进场，并没有被留住。这时候丢出来的牛头砸飞了球球之后，自己进去敲了一下地板的乐意，直接牺牲在塔里面了。不过悟空这个时候转了进来，以1敌3，转过去还有第二轮，再转一轮。 出了第二个金身，那是不是要一波比赛了？嗯，这边的话女枪也被追死之后，感觉可以乘胜一波了。奈特这边的话应该也会被哈入追死。这两波团战开的呀，我感觉滔博今天这两场其实教练给他们的思路很明确，就是开就完事了，但好像都没开好，都不是很理想。对，那这样的话能否一波呢？卡萨这边的话马上复活了，这个血现来讲的话感觉。 滔博有机会防守一下，而且这个兵线好像不是很够啊。猴子这边被杀到了，杀到了猴子，然后火箭腰带以后杀掉了妖姬啊。一个 TP 上来，滔博是打算要乘胜追击。有大招的石头人，哈鲁没有闪现，没法操作。EQ 弹起来，这虽然身上是有一个复活甲，但是被手撕了怎么办？嗯，哎，这职业选手压起身又出问题了。双刷新，下边已经打了热火朝天。这个火龙应该要放。滔博想要一秒，滔博想要一秒，无忌是不在的。阿W想不是无忌不在，哈罗不在。对，阿W想打的话可能会出大事，因为双 C 没闪，所以说，阿W这波其实是能忍的。这个位置猴子进场很不错，这 Fortic 瞬间在原地被融化了。 后续 ADC 死这波之后，身耗不够了呀。那这样 RW 可以接管比赛之后，张无忌疯狂的在输出。这我感觉啊，Ruby这边哎拿下了三杀，那这样的话应该要顺势一波了。猴子直接掉 TP 是踢进了基地的高地处，应该要一波了。这波确实，我觉得 AD 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猴子进场，他没有闪，没有操作。 这个嘛，只能说就是单核 AD 在当前的这个猴子面前，确实是跟纸一样的薄。对。